来，快走！听说俱乐部来了一帮人，都打起来了。人打起来了？不是人啊，不是人，不是，是球打起来了。复仇者联盟应该是来踢馆的，走看看去。这啥人没少来啊，挺热闹的。兄弟，要不我们还撤吧？别介呀，来都来了，去看看，走。哎，犯规了，犯规！真打犯规了。提你小婷还教你这个啊？教你这，我还说话太丢人了。等你半天了，怎么才来？大家新年好啊！新年好。什么新年？我们是来复仇的。这你们认为？你刚那个赖皮怎么回事？谁教你的？想好了再说。嗯？他教的。小婷，你可别说你没准备好，之前上门挑战我们，我们也都是没有准备的，对吧？既然来了，打就打呗，说怎么打。你是哪边的？我，大哥，你哪边的？我你这边的。你们都已经开始了，那就按照约定把没打完的打完呗，反正我又跑不了。这么爽快，把场外整不会来吧。现在什么情况？他们怎么打了？双方四比四啊，赢一局得一分，分高的得赢。大卫是我们在第一个出场的。他第一个出场，那有点悬，赶紧看看去。手。你们怎么想的？怎么让他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子贤，你说要是我的问题啊，马上被四比零了，我这算不算踢馆砸招牌了？你认识他吗？哎。输了就不认识。狼兔，我知道你的水平，打你应该没有问题。你话说的太早，打呀。那你先开球。对。我说了吧，话不要说太早。对，这都能输。狼兔，姐，这局交给我啊。这家伙对自己还是没有清晰的认知，毕竟人家史蒂芬李是擂台霸主，竞技状态心态都非常好，如果对方有点失误的话，搞不好算了，我实在编不下去，这局肯定输，你看吧。送吗？不送。这局输一炮亏了，我连上都没上。其实善善反而是他们四个里面打得最好的，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。哎，如果他这局赢了的话，我可以考虑奖励他一支球杆。还是我上吧，走吧。小弟，不好意思，听说打赢他们几个都不合适。嗯，什么形式？什么也不说了，节赶时间，我要打五个，你们起来。我打五个，五个，强者轮番。谁先来？潇洒先开。那你先开吧，大过年的，就当满足你一个新年愿望。好球，怎么样？嗯，好球。可以吧？第二局我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来。哇！下一个谁？我再打一把吧。
3-3了，确实要紧张。送吗？送的话，洗一个底带。看你怎么洗底带。赛点来了，我还一盘就赢了。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哎，我还正好有话要说。按照我们酒吧的准确胜率，一定是2-2。2-2，我选。哎，等一下，如果1-5，自己想办法。你这句纯属多余。那我就左手停，对右手停，你们谁来？玩呢？来。小号，6号挡住了，2号有，1号有。这哪也不好走。应该打进啊，以打进为主再退出。该锁手了是吧？我要 K 球，我要 K 球，我要 K 球，死球的。那个球进了就叫大。哇，看到没有？你都低调一点。哎，这个手是足球吗？还好你们这次就来5个，如果都来的话，在这儿都可以办比赛了。哎，可以可以。我来，马上。